儿子还没结婚就死了，父母担心他走得太孤单，就花钱买了一个媳妇儿陪同上路。散落的书包、鞋子，刺目的满地血渍，以及被撞变形的摩托车，凌乱的一切都告诉了我们，这里刚发生了一起惨烈的车祸。修车工孟小军是事故的受害者，眼角淤青，后脑缝针，右腿骨折，身上的伤养养就好了，可心里留的疤怎么去掉？ 妻子在事故中身亡，年仅四岁的女儿躺在重症监护室里，生死不明。医生说，她女儿严重脑损伤，肾脏、肝脏都被感染，消化道也开始出血，药物已经控制不了，得马上进行手术，最多坚持一周时间。孟小军静静听完，哑着嗓子问：“多少钱？十二万。” 上万的天价数字重重压在男人心里，他连妻子出殡的钱都没有，一周上哪弄十几万？孟小军眼里满是空洞与绝望。病房内，女孩身上插满管子，微弱的呼吸几乎听不见。护士为其擦拭身体，幼小的身躯遍布伤痕。男人站在旁边一言不发，只是静静看着。女儿是他在这世上唯一的亲人。 这十二万，他定要筹到。孟小军一瘸一拐的来到停尸间，工作人员老刘询问：“你什么时候出殡？”因为没钱，妻子的尸体已经放在这一周了。那人说：“快了。”你上周跟我提的那个事儿还有没有？有啊。你想卖？给十万。能。帮我联系一下吧。你想好了？想好了。行。 两人没说是什么事，可这关乎买卖的话题，让人听了不免有些心惊。穿过拥挤脏乱的小巷，孟小军回到了家。他翻箱倒柜，找出了妻子生前拍摄的单人照，陈旧的小屋，泛黄的墙壁。 房子布置很简单，却能看出一家三口温馨生活的痕迹。可现在没了女主人的碎碎念，没了女童的打闹嬉戏，现在留下来的只有那满屋的寂静。隔天一早，孟小军根据老刘给的地址，来到了一处偏远村落。他拄着拐杖向村民们四处打听，最终停在了一户人家门前。敲开门后，一位中年男子把他领了进去。原来他家儿子在不久前刚去世，为不让儿子路上走得太过。 孤单，两位老人家决定花费所有积蓄给儿子物色鬼新娘接阴魂。揣摩了照片后，老人问：“死多久了？一周，身上没啥大伤，除了脖子上的一条口子。他急需用钱，女儿的病情等不了多久。”孟小军让两位老人尽早做决定。老父亲没说什么，只是把照片拿给一言不发的妻子看。老母亲看着照片，捂着嘴痛哭起来。儿子终于结婚了，可没想到是以这样的方式。 白发人送黑发人是何其的痛苦，孟小军为儿卖亡妻又是何其的无奈。回去后，他坐在床边，手里拿着妻子生前常用的梳子。恍惚间，一个长发女人走了进来，她翻箱倒柜寻找东西，最后拿走了孟小军手里的梳子。梳好头发后，女人准备离开，孟小军叫住了她。 女人不是别人，正是他死去的妻子。他对妻子说：“放心吧，我去接女儿。”再一看，窗边哪还有妻子的身影，而那把梳子也一直在他手中。孟小军去停尸房见了妻子最后一面，看着那熟悉的面孔，男人堆在心底的苦楚与委屈都化作泪水，变成了无声的哭泣发泄出来。最后，女人的黑白头像上盖上了红盖头，与另一个素不相识的男人结了婚。村民们吹着唢呐。 送走新人，在这红色喜庆的氛围里，多是沉默寡言。两位老人也陪儿子走完了最后一程。在这朦胧的乡间小路上，这对夫妻被送上了山。大火燃起，纸灰飘扬，肉体与灵魂都被埋葬在这一剖黄土之下。另一边，手术费凑齐，女儿有了救治机会。孟小军坐在外面焦急的等待结果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医生出来了。 他在那冷清的等候室里看到了累到睡着的孟小军。影片《安魂曲》是导演文牧野的现实短片。三年后，我不是药神出现在大众视野。通过两部影片都能看出，导演一直在关注归宿这个问题。无论是身体还是灵魂，主人公都面临着现实困境。影片没有窥探阴婚习俗的好坏，仅是利用冥婚的形式，将两个同处困境的家庭联系在了一起。 一边为卖尸体救女儿求生，一边为买尸体陪儿子求死。影片阐述的是人间百态中的一种生活情形，没有对错，只有个人的无奈、心酸与无从选择。故事最后没有说手术是否成功，而是以风吹明纸的场景结束。就像生活从来没有结局，而是以另一种形式延续下去。所谓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。